最好最好的饭菜。菲林放上去要最好、最准，跟图案最准。空中，它往它中间转。哦，菲林放在网框的正中间，居中啊，那就 OK 了。哪个地方为基准？这以这边，哎、啊，对对对，以这边。这个地方为基准。边上，边上这样子。但是这个找个基准，对，找或者走这边，走这边都可以。好，然后这边放平就好了。关上门。这怎么操作？操作这个，先开哪个？先开电源开关。电源开关。然后这个风扇，风扇。风扇，然后是温控仪，还有定温度，定温50度，要定温度，设置温度，对，定到50度，是多少度啊？现在是50度，现在50度，要定到60度，OK。